我們今天是九龍東聯合政改關注組一個快閃行動，其實我們希望就喚醒更加多香港人，即使是九二八出了來的人都好，其實九二八出了來就不代表他們已經履行了他們的公民責任，即不是說我試一次威又一次行就已經是我為了這個社會已經付出了很多，或者是我已經成功爭取了很多，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繼續努力，因為其實我吃即催淚彈我們都吃過，或者是我們都嘗試過催淚彈那種不好受的味道，但其實我們今天依然站出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催淚彈過後，其實我們的政府是依然不公平，我們這個社會依然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發生，今天我們一班中學生我們即一個紅巾表示了我們當初罷課的承諾，我們中學生罷課的承諾，我們的未來我們會奪回來，那我們繼續回我們的承諾，因為這件事是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做的，這個社會依然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發生，我們的面具是代表了我們即使是無論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是我們的身份，因為這件事絕對不是我們一個人任何一個人是只有他們可以先做得到，而是在於每個香港人都可以有能力有義務有責任去一起承擔這份責任，我們的未來我們一班中學生我們都是社會的承接者，我們都會承接我們承受我們社會種種的一切一切，我們很希望為自己爭取一個未來，是一個好的未來，我們希望捍衛我們的民主，捍衛我們的自由，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在於民主在於自由，我們很希望去繼續捍衛，我們如果讀了很多書或者是學了很多東西，但如果我們生存在一個這樣的社會上面，我們學習到這麼多知識來 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拿到一張很美好的一個成績表，我們又有什麼意思呢？這個社會已經不再是我們認識的社會，這個社會已經淪為一個不公義的社會，強行暴政，我們這一樣我們都不會忍受，好像我們這樣說，我們絕對不會認命，我們絕對不會甘心，因為我們的未來是應該由我們自己爭取，我們今天選擇為我們的聲音去做出努力，去做出發聲，去很希望跟這麼多位市民說，我們的抗爭，我們的革命，我們尚未完結，香港依然輪行，很希望這麼多位大人，這麼多位哥哥姐姐叔叔姨姨都很希望你們都同意我們之餘都跟我們一起並肩作戰，陪伴在我們左右，因為我們的香港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做我們所做的事，每一個面具下面的都是我們的香港人，每一個心我們每一個靈魂都為著香港的民主未來而奮鬥，很希望這麼多位一起跟我們努力。今天出來會不會是即是半年今天是今天，是因為藉著半年的機會，其實講到九二八之後很多人出了來，但其實慢慢都見到一個熱情的消退，因為可能見到很多學校的關注組都可能慢慢的人都會少回出來，其實講緊中學生，其實香港人說本質善忘，咁我呢一樣嘢係唔同意啦。咁講到我其實不斷留意政治啦，我都唔覺得自己係可以忘記政治一個人，因為政治本身就同我哋息息相關，生活就係一種政治，而無論係邊一個都好，都有能力同有責任去改變呢個社會咯。我相信香港每一個人都係英雄，就在乎佢願唔願意去拯救自己。我想問翻咧，即係你哋個組織本身大概其實有幾多人？因為其實見到你哋今日都係八位同學出到嚟啦，即係會唔會可能比你哋預期中係少咗人出嚟咧？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你哋預期陣間你哋嗰個靜默嘅活動會唔會即係有其他市民一齊去參與啊？咁我哋都自然歡迎咁多位市民同我哋一齊啦。咁其實八位同學其實唔係話少唔少或者多唔多啦，而係我哋做行為藝術只係人數上面即係唔會太多的話，會比較我哋容易安排去點樣鋪排啦。因為人多會反而有少少亂啦。咁所以我哋一個係自從罷課，去為咗罷課而成立，去到九二八嘅出現，令到我哋去重新去認識到，原來我哋其實做嘅嘢係可以多過我哋認識嘅一啲嘢。咁可能我哋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議題，其實我哋都可以發聲咯。因為講緊無論係罷課又好，示威遊行都好，但其實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對民主渴望嘅心咧，都唔會因為我哋一種行動模式而規限住我哋咯。我哋係依然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提醒翻一啲沉默嘅人啦，或者一啲未認識到呢個社會上面有好多不公義事情嘅人。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會用靜默呢個方式，即係表達你？87秒就是希望翻去懷念，即紀念翻87個催淚彈，一個87個暴政咯。呢87個催淚彈唔只係傷害緊人哋嘅身體啦，而係傷害咗人民嘅心靈咯。
面對住一個政府，我哋以為就依個係愛護人民，政府就係人民所組成，人民嘅聲音就應該代表咗政府嘅聲音。但係點解一個咁樣嘅政權會係發放出87枚嘅催淚彈，去徹底粉碎我哋香港人700萬人嘅心靈，去徹底粉碎我哋對民主30多年嚟嘅追求呢？我依個作為一個中學生，我出咗世10多年啦，16年。但係其實我想講，我睇到咁多次嘅新聞，但見證住一個特首比一個特首做得差，其實我會係好心痛咯，因為我都係一個香港人啦。咁其實點解一個政府會淪陷到一個咁嘅地步咧？點解我哋嘅未來會漸漸咁樣淪落到一個如斯嘅田地咧？咁所想嘅就係藉住87秒嘅靜默，希望用我哋最渴望嘅聲音，我哋心靈上面嘅聲音，去讓市民都喺心裏面感受到咯。唔淨止係我哋聽覺上面覺得可能唱歌啦，或者係的確係唱歌係會令到我哋聽到好多唔同嘅信息。但係好希望87秒嘅靜默，讓大家真係慢慢喺心裏面都明白到我哋嘅香港，我哋嘅社會發生緊啲咩事，我哋喺度做緊啲乜嘢。學生運動，學生運動，無畏無懼，無畏無懼，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抗命不認命，抗命不認命，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學生運動，學